快看，这是一个什么？哇塞，这是一把玩具枪吗？不对呀，这枪没有把呀。不过除了没有把，跟玩具枪真的像。那么这到底是个什么呢？让我来研究研究。哎，这个地方可以按动呀。哇塞，这里可以打开，里面还有东西。哦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一把剑吗？是一把可以折叠的剑。拿着这把剑怒斩小河。好吧，我打不过小河，那我就来欺负一下这些草。你们小时候有没有这么玩过？看这棵草都被我砍断了，这把宝剑果然厉害。你们看这个地方，我刚才按了一下竟然可以按得动。难道这是一个开关吗？还有这里有这么多孔，我猜这里面装着一个扬声器。难道这把剑还可以装电池吗？哎，什么东西掉了？这是一个什么呀？好像是从这里掉下来的，看看能不能给它装回去。装是装上了，但是不知道有什么用。哎，这个地方好像是电池仓，我果然没有猜错，真的可以装电池。只不过它在水里泡了那么久，装上电池还能玩吗？走，回去找几块电池装上，看看有没有被水给泡坏了。借蜘蛛侠的电池用一下吧，我抠你的电池你不会不开心吧？不开心也没有用，先到一边待着去吧。把电池装进去，看看这个东西还能不能玩。嗯，我怎么按了没有反应呢？哎呦我去，打开了，听听这声音，太酷了。找一个比较暗的地方，这么看是不是效果好多了？在小河里泡过水居然还没有坏，今天晚上我又是公园里最靓的仔了。